hidden among the densely populated urban areas is a small patch of wetland. The lake is home to some 100 species of birds. At least one of them is under threat. 白头鹰尾鸭它现在是世界濒危物种名录的附录二。 才发现在中国有这个记录，所以在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法里，它还没有等级。白头鹰尾鸭它是唐老鸭，在迪士尼在创造唐老鸭的时候借用了它的形态，也就是唐老鸭的原型，所以它也作为一个明星物种。怎么会有这么好看的鸟？它是蓝色的嘴巴，白色的头，尾巴是翘起来的，跟唐老鸭真的一模一样。 This habitat provides the dogs with resources to reproduce. But someone else wants their home. Construction is rapidly eroding the wetland. 会有很多很多的车，以及每一天，它都会下到湖边，来就是春游，然后还有就是有些来打弹工的。Yanxi and Da Xiang belong to a group of local volunteers who have appointed themselves the dogs' protectors. Their short-term goal is to have all 24 dogs make it to migration season at the end of October. The challenge is enormous. 我们面临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是人，因为这里一到周末的时候，尤其是像夏天，很多人就会到湖边来游泳的，来烧烤的，在春季鸟类繁殖季的时候，还有很多来偷鸟蛋的。 我们在四次的巡护过程中，一共没收了43枚鸟蛋，最后孵化成功的只有3枚，因为大部分鸟蛋在被他们掏出来以后，长时间的低温导致胚胎发育停止。有时候，当我们巡护队员过来的时候，掏鸟蛋的人看到我们带着袖标过来的时候，他们会直接把鸟蛋扔到湖里或者扔到芦苇丛里，只要他们手上没有证据，我们就不能拿他们做任何处理。 It's a race against time as more and more buildings go up。湖岸的东边有一块油污的地方，发现了这只小家伙在油污里躺着，当时身上沾了一些油污，然后等带回家解剖的时候，发现它的肠道里都有鸡油，等于是它在油污里给误食了，然后我把它做成了标本。 这只小鸭子孵化出来的时候，它是那一窝蛋里最小的一个蛋，但它是最先出来的。然后我们给它取名叫希望。我们希望这所有的蛋都能破壳而出，希望这所有的小鸭子都能回到大自然中，希望它们以后还能每年到这里来繁殖。但是当这只小希望在湖边被发现的时候，大家都非常伤心，甚至 China's rapid pace of urbanization has reached remote areas in its far western Xinjiang. It's taken its toll on this unique habitat, sending much of its wildlife to the brink of extinction. Many say much needs to be done to control the process. 我们希望政府能和我们一起来把它建立成一个保护区，建立成一个湿地公园。虽然城市的开发我们制止不了，但是我们希望在开发城市的同时来保护城市里这些仅存的湿地。或者说会希望就是未来的孩子们还能看见白头鹰尾鸭，而不是我们再不去保护它，就只能在百鸟湖给白头鹰尾鸭立个碑。 然后未来的时候，孩子们来了之后说：“哦，这里曾经白头鹰尾鸭待过。”这城市的开发已经靠近湖边了，很多大型的鸟类已经不在这儿出现了。但是，我们不去惊扰它们，不去污染，不去破坏它。所有在这里生活的人都可以融入到这个自然生态中，可以来观测它们，可以跟它们一起共同的生存在这个环境里。其实这也挺好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的，并不是保护某一个物种，而是保护它的整个生态圈，整个生态系统。如果当一个生态系统被破坏的时候，不管这里生活的是什么动物，迟早它们都是要灭绝的。
Yan Shi fears humans have lost their love for nature, and he wants to turn this round for the ducks, for the lake, for the future. Han Bin, CCTV from Xinjiang.